家人们，我再也不想来这家超市了。今天去商场买东西，逛着逛着我发现一家精品店，哟，这个帽子真不错，我喜欢。我连忙向小姐姐道歉，扭头赶紧跑了出去，来到生活用品这里。哎，这个拖把真不错。走着走着，突然，我去，这该怎么办？而且这穿着怎么有点熟悉？就在这时，我一个没站稳，我购物车里的拖把又碰到他的脑门了。完了，吓得我推着车赶紧离开这里。找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，拿起一个大盆子挡住我的脸。这样他就发现不了我了，正想探出头观察一下敌情，可我一扭头 Surprise, motherfucker. 终于到了停车场，就在我上车准备回家的时候，忽然我看见前面有人，我赶忙刹车。完了，面对疾风吧，这下真的完了，误会更大了。